晚间电影《金色梦乡》剧情 showcase， 主演姜栋元、金城君、韩孝周、金义成、金大明等出席了活动。虽然电影已举行过各种试映会和发表会，不过当天韩孝周是第一次和其他主演们出席该电影的活动，想必感想也与众不同。긴장을많이하고왔는데요많은분들께서이렇게응원해주시고또여러분들이들려주신리뷰를들으면서배우로서굉장히큰감동을받고돌아가게된것같아요너무너무감사드리고요和奥运的气氛，主办方特地为辛苦的演员们颁发了各种奖牌。拍电影时吃尽各种苦头的姜栋元得到了勤劳奖，并说出为什么一直坚持要出演该电影的理由。우선이작품이가지고있는그스토리의인물과그던져있는목적과메시지와그리고그사건을해결하려는그런그과정들이흥미롭고꼭大演员想的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就期待电影快点上映吧。